无限延续我们每一天的好好生活，就是美好生活。愿我向星辰，所愿皆成真。抖音是一个让人闪光的平台，任何一个有才华的人，下一个潮流就属于你。2023抖音美好奇妙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让我们相聚在明年命运齿轮转动的时候，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和大家说再见吧。Thank you.